妈咪抱抱。小朋友是不是真的有眼泪？听说你有眼泪哦，哈。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采访一下。这位小朋友，你需要什么？小朋友，你需要什么？需要什么？啊！你要什么嘛？哦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哎。没有看到眼泪，我怎么没有看到眼泪？